我们看呢，如果说你今天回溯回去看到无明原性，又看到你的念念念念当中毫无细缝，就是它连绵不断的，你要从自己这上面去着手，也就是让自己不要跑那么快，不要跑那么快，然后不要念念的那个东西又跑出来，跑出来的时候，习惯性的跑出来的时候，他告诉自己，哈哈，在里面演戏了，你看，在里面编戏码了，你看，你要用第三个自己看造作的自己，一个是习气的自己，然后一个是在观察的自己，另外一个是跳开这两个习气跟惯有的自己，有一个清净的觉性在阻止自己的习惯性连结。同学放心啦，不会分裂人格，你要懂得，你要有第三只眼，你要有第三只眼去看到一个混乱的自己，就是连结性的自己，跟一个状况中有法要的自己，你可以用法来分析它。第三只眼，也就是清净的觉性，去阻止自己不要重复。练习看看好吗？可以哈，堂上练习。同学，我告诉你呀，你就当听故事哈。我告诉你，我适应可真是个王八蛋，你信不信？你现在有没有第三只眼？你心里会想，师父，你不是王八蛋，是师父你在演戏给我看，你是不是会这样？还是会跟着我的话走？同学，我告诉你，我真是个王八蛋。我小时候有多糟糕，你知道吗？我长大之后比小时候更糟糕，你知道吗？我老了之后糟糕到不行，你知道吗？当我这些语词下来的时候，你有几个你？第一个听的可师父的糟糕的故事，反正来来去去就只有用糟糕两个字，是怎么样叫糟糕？有没有起了一个探索的糟糕的内容是什么？有没有？有没有？有的请举手。好，好奇宝宝，对不对？是不是好奇宝宝？宝宝，这就是你想知道糟糕的内容吗？很老实，有的人可能会听师父，你一点也不糟糕，不过你以前可能很糟糕，现在我看你是不糟糕。有这种想法的请举手。好，那其他的你是怎么样？师父你在说我在听的声音，但是没有感觉，请举手。好，是不是不一样？人很多种哦，很多种哦，对不对？那会不会在我在讲糟糕的时候，把它想象成到底哪一件事糟糕到这么糟糕？那糟糕的内容又是如何的糟糕？当然刚刚有好奇宝宝嘛，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啊，现在你们看适应可这个人，你是用清净来看他，所以不会跟你的杂染连在一起，对不对？今天如果是你出门在外很久才回来的儿子跟你讲，妈妈我好糟糕，你会怎样？毛骨悚然，唱啊，你知道我糟糕，妈妈我糟糕到不行啊，到底是我什么代志，是不是？我完了，我完了，心里会想，你是讲笑了还是你怎么了？是不是这样？当他呼喊着天，呼喊着地的糟糕的时候，
你可能已经进入到非常糟糕的状态。是两个呼应，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用这样来测试一个人呢，他会有他念头里面的一些对于外界的发生习惯性的解读，但这个解读一定会有加上自己的评估，这个评估会根据人、根据事或根据物环境而有自己某一种定论，对不对？那如果我再跟同学讲，同学，我以前小时候很糟糕哦，我身体又不行，那我心里又不健康，我一天到晚就想着负面的事情，然后我又非常的爱哭，然后我又觉得世界的人都唾弃我了，或是一个孤苦无依的小女孩。哦，那个时候的我真的觉得活下去是没有意义的。好，同学，我说这句话你相信吗？相信的请举手。好好，不相信的请举手。没有，那是你的事情，请举手。对不对？人是不是会有这个？你会对一个故事或什么的，是不是会有你的评估？那这是不是属实？其实是不是就是放在你的心中？那你对于自己，好，那是你的事情，然后会不会再加上一念？还是有呀没呀？虽然那是你的事情，还是有呀没呀？两个那是你的事情的人，会有这种想法吗？在下一念，会想说，还是有呀没呀？我也想要知道，有吗？有，你还是有一点小好奇嘛，对不对？以上所说纯属事实兼虚构。那你想啊，到底是事实还虚构？人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在玩着一个收，一个发送跟一个收的一个对应关系？你要维持没情绪去听，纵使我现在说的是真的，而且我哭了，我描述我小时候是多么可怜的可怜又可怜，你没有动情绪，但是你知道我是苦，这样就好了。学会吗？就知道他是苦的，他有他小时候的过程，就是实相，那是属于他。你不用动情绪，但是你听得懂，你也知道他的苦，这样听懂吗？这就是修行要把握的。那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很生气，我跟你讲，我们老板真的是王八蛋，他是太过分了，他对于员工啊，真的是以为我们是他的奴啊，他很生气，很生气，很生气，然后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你的脸会不会跟着他生气了，一直生气，一直生气，一直生气，会不会？你如果不跟他一起很生气很生气，你就不是他的朋友。世间人就是这样解释的。世间人就是要求对等，对等反应，你就要跟他很生气很生气很生气，要不然就是一直听一直听，真的他过分，你赶快辞职吧。就是给予你意见。这上面就是修行人，你要以不变而应万变，如如不动来看世界，你就不会被这些波动。当然这是指第二者第三者的故事，但如果是自己有情绪产生而呼应于所有一切，当你有情绪的时候，当你有情绪的时候，先把情绪冷静下来，从这里类推十二因缘，推完再来处理你新的结构的十二因缘，这样知道意思？好，那我们讲呢，杂染逆观是从果向因来推啊，逆观。我今天为什么这样？就是我做了错误的决定，
我采取了错误的行为，那这中间呢，我做了某种决定，然后我说了不正确的话，慢慢推回去，推回去之后，我无明嘛。这个时候呢，你这样子就知道，我现在的果就是前面因，前面是不是集呀？那这些的缘呢，当下的这些的现况，我理不清。我没有智慧，是不是发现自己没有智慧，然后自己呢没有持守应该的戒，也就是没有如理作意，我没有如理作意。那刚刚呢，我们顺观的时候要看到念念相续，我不要受那个念不断的这样子，我要把那个念拉开，我不要受那个念这样纠葛。那逆观的时候呢，要看到我的生灭心呢，我的生灭心一直在，一直某一种期待，所以生死相许，我应该学会持戒，应该要学会戒是什么，说话的时候慢一点，采取行动的时候理智一点，思考的时候用佛法来如理作意，这样这个现象就不会走到现在的果。我应该要突破环环相扣的造作。这个时候你在逆观的时候会不会起惭愧心？会起惭愧心。顺观不一定起惭愧心，又无奈呀，我就一路走来。我如果现在再继续这样走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啊！我想很生气，明天呢，好好跟他斗一斗，那就是持续咯，持续把这种伤害跟结构弄得更拧啊，境况更不好处理。如果我逆观的时候，我会发现惭愧啊，惭愧。当有这个惭愧存在的时候，不要用哭的，再讲一次。如果你观十二因缘，总是哭哭啼啼的，你还是生灭心哦。你还是生灭心，因为你在一种比对，清净跟杂染的比对里摇摆，那是没有办法平息的。记得，佛法修持，哭是早期的事，中间要来会有觉观，然后你就发现自己惭愧，而这个惭愧要用最真实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事情转还，重新再解套，这样子。好，那这个生灭心不断呢，看到自己生死相续，持戒吧，身口意这上面抓得紧啊，你就好办了。修行人话是越来越少了。那当然呢，如果你要介绍佛法的时候侃侃而谈啊，举例啊等等，这些这都是势必要有的。那其他的呢，就不会有那么多不必要的言辞。有的人呢看到什么事之后就意见好多。而有的人想到某些事啊，还没去做就恐惧好多，恐惧也就是内心的一种意见。但如果事情圆满了之后有好多的意见，也就是批判了，这些呢都是相续心啊，对不对？那在自己的意识里面呈现的其实是更没有智慧而已，不尽然呈现的是你有真知灼见。如果我们一件事情圆满之后，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是抽掉是非的讨论，这些是让下一次不犯同样的错，是最好的一个模式。但是如果一件事情圆满之后，只留下无穷的责备，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害得整场这样都全部不对，这样子是最不健康的。了解意思，所以我们要懂。那在讲啊，如果清净啊，
如果我们用清净的圣观跟清净的逆观，这就是我们应该要学会的。从无明，比如你刚刚有一个事件呢，把事件抽掉，把事件抽掉，然后把你自己生命的形态，生命的形态用一种理性，就是道理，不是用事来观，用一个理性，我一向在某一种不明白的时候就直接采取了行动，那我这个行动之后又自我主张认知，用我自己以为的这个办法去坚持它，采取了生口意，启动生口意，跟外界做了一个直接的交流之后，在别人的反应里又有了自己的感受，这个就是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缘六入处，对不对？那我又这么爱感受，我这个受又这么的活泼，这个就是就理而说了，没有情绪的，就你整个的过程而理解。那我在任何的感受之余，我都会马上做了一种抉择，分辨它，而抉择它。而且我对于我抉择下来的事情，我就咬死不放。你如果能够反观到自己这样的行为，你会发现你生命就像铁轨一样啊，一直绕，无时就是在重复绕着你的模式，你没有一个可以突破的点。所以我一定得要有一个下手的地方，让我自己不要重复这种模式。这个是就理哦。刚刚是不是假设有一件事，我跟同事之间的冲突，跟老板之间的冲突，那清净的圣观它就是我就是一路这样走下来，所以我在哪里可以截止？如果你是有办法控制自己生口意的人，从行。如果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生口意的人，在爱、受跟爱当中去掌握它，就是当我就是会有那个觉受，那我那个觉受就会采取行动，把这个受跟爱这个地方啊，把它消化，就所有的受跟决定分别，然后要认真的去取这个答案的时候，把这个东西呢先放平淡，意识里不要操作，意识里不要操作它，让自己先放空。这一点一般不大容易做得到，因为这个是定的练习，你清净顺观一定会用定的功夫。如果你可以生口意可以掌控的人，行无明不圆行，这个时候定就有功夫了，就是有定的功夫，你会看到定是多么的重要，禅定的功夫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不要看不清楚的时候马上反应，我们不是一直强调这个点吗？不要看不清楚的时候马上反应，就是要让你不要行，你无明不要圆这个行，宁可慢一点。那如果不行，不能阻止你的造作，那爱取有的时候不要马上采取强烈的决定，内心的决定去把这个握为己有跟己产生关系，那就是我所了。所以在清净圣观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定的功夫是多么的重要。那这个地方呢，如果我习气使然，爱
受之后就是爱取有，马上要用舍去修正。舍，我舍这个念，舍我的贪爱，舍我的想法，舍我的一切。法门在这个时候就马上要浮出来。我定的功夫不够，那我要舍杂染的念念的这些东西。虽然我现在在回顾我这整个过程，我发现，当然这是自我对话啊，我发现无明，然后我直接一路走到这里了，成就了现在的这个瓶颈。我要舍，我先要舍掉我内心的这个东西，舍掉我内心结构的这个东西。外界的这些东西呢，不是用舍的，外界的这个东西都不是用舍的办法，外界的这个东西要用菩提行，它就是用清净的正见之后去圆满它，去修复它。这样知道意思？它不是舍的，舍是舍你心中的东西。好，那这个舍就是清净正观的时候，你会发现用空、用法门、用定来突破这个习气。如果把事情加进来，把理加进来，用清净看到这个事，没有人，没有对象，没有情绪，而只有就这个事，就这个事而来论这个理，没有是非的因缘，这样也能够达到突破习气而产生智慧。基础上，你会用清净来逆观的人，你知道自己是无明的，你只是要破那个无明。刚刚讲杂染圣观跟杂染逆观，你不知道自己是无明，你只是对于这件事情，你想知道它的关系法发展的次第。如果你懂得用清净圣观的人，也就是你的理性事情的道理你看明白了，你也承认有无明，但是这个无明到底要如何去破除，不一定有着手有着力点啊，着手的办法。而清净逆观它确实可以办到你破除无明，就是你在看到你的现况，你第一肯定你是无明的，而这个无明内退回去，不是在老死中退，一定是在生，在生爱取有之后的生，就是你已经在某一种现况中，你才会去推。如果到老死它都变异了，那就是历史了。那历史的事情，大概已经不是在现况中，不是在现况中这件事情，要再去还原再去修补它的机会就比较小，因为它已经结构了，老死就是变异了嘛，变异之后已经有了某种答案，除非你在生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它还有机会。在生就是说你在爱取有，不是生了这所有的点点滴滴吗？这个点点滴滴的时候，你的觉性发生了作用，所以这个时候你去清净逆观这件事情就能开启智慧。如果它已经是到老死之后，下一个就是无明又再来了，你就在现况中了，你又在另外一个现况中，所以要学会故事还没落幕之前，
你已经发现有的时候，爱取有，生起了，有这个生的时候，就要去清净逆观，不要等的事情都过完之后，再来顺观跟逆观，那个是亡羊要补那个牢，为时晚矣，知道意思？那如果你要开发智慧，你必须清净逆观。啊，这个清净逆观，你就是老死还没发生，又发生了又是结案了啊！结案会多少人去思维它？那一定是后果啊，一定以后的后果。出来的时候又重复一个新的轮回的时候，才会去想前因造成的后果嘛，对不对？所以呢，以修行来讲啊，你这个要清净逆观的时候，就我这个身就是因为我那个有，我这个有是因为我那个取，我那个取是因为我那个爱，那这个爱就是因为我那个受，然后就会从这个地方去修正自己生命的一个爱取有的习惯性。那这个理，你就会发现，这就是人不可遏制的、不可遏制的一种动能，它就是一种活动力。不管你是思想上的活动，或是身体行为上的活动，都是在这个上面不由自主，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规范自己戒然后定。那我在有的时候是怎么解释的，法要就会出来。那我在爱的时候是怎么解释，所以我才会爱。你必须认清自己啊，我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分别？那这个分别跟我自己绑在一起吗？让就理啦，就清净而言，对不对？然后我这个分别意识，为什么我不能够实相的有分别智？哦，我只有我的分别见。那这个分别智是什么？那我采取的是分别见，所以分别智、分别见跟分别智当中，就可以去了解这一支它里面的意涵是什么。再退回去，受，我在采取感受这个受，这是个了别。那为什么受里面我没有办法清净无为的，而我是有个别的苦乐跟不苦不乐受？所以在看这个受的时候，你的法义是不是会出来？所以清净逆观，你就要观法界缘起，也就是一切是清净无是非的哦。你用清净无是非的事，它背后的理两个合并起来，理跟事一起来还灭，那这样慢慢依理事无是非慢慢推回去，它的因缘其实是无是非的，这是缘起而已。你要用清净正见来清净逆观，用清净正见来逆观它，还灭它，最后你会发现最早的那个无明是看不明白，可是看不明白我最后的答案的苦受的这些，就表示我这个不明白已经假设明白，这是习气。所以以后我在不明白的时候，我应该安住无漏的定，我应该用清净的正见来看我的不明白，而不是用意识的揣测来推向以为的明白。
你要练习就能够懂得华严经里面讲啊，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着，对不对？中间我有好多的感受跟情绪，色受想行识，这些五蕴都是我的心去幻化的，那我自己变现的。当你越是懂这样，你越懂得你的心应该要明白清净，而不是随便在 那里揣测作画。那佛呢，他就是了解诸佛悉了知，一切从心转。所以啊，这心经当然就是要转这个心啊。所以我所有过去的想法，习惯性的念头，我要重新用不一样的角度去看所有的一切，是看实相，而不是看我的感觉，而不是看我过去的以为。如果你硬要习惯性的重复的你过去的以为跟想法，那么就是一种轮回了，你不会改变多少的，你只是越想越坚固，越坚持的东西越多，越批判的世界越不堪，自己越让自己绑得越紧。所以诸佛悉了知，一切从心转，若能如是解，彼人见真佛。如果能够在这个地方就能够化解开来，你就会了解实相。你只要无明的时候，你用十个角度去看这件事就好了。你用十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比如今天有一个人生气了，你用十个角度去看这件事，你第一个角度看到的是他生气了，就是相状；第二个角度，他为什么生气；第三个角度，他生气的理由是什么；第四个角度，他生气的理由一定有另外的一个人，那个人的理由又是什么，那个人如何来看这件事。你用十个角度来看，那这件事真实的因缘关系是什么，你越看就越没是非，越读就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生气，因为会让他自己觉得权责上面受到了一些这个 不尊重，所以他会生气。可是对这件事情来讲，并不是要撼动他的权责，而只是要把事情做得更好。他没有弄明白，所以大家提议，他不接受提议，所以他生气。所以你用十个角度来看你无明看不懂的这个点，你就会发现实相会浮出来。所以看不懂的时候，不要装懂，不要马上采取行为，心理的行为、身体上的行为、言语上的行为。所以你只要用十个切面去看，它激进完整的会浮现出来，把我抽掉。那你清净中，这个叫环灭，你环灭依理跟事、无是非、因缘的空观来看，你就会有清净的正见。刚刚讲到啊，佛告诉我们呢，要从心转。而三界为什么有三界？为什么有佛？为什么有众生？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本来是清净的，可是众生为什么在三界？一切唯心造，你造地狱就是地狱，你造天堂就是天堂，你无造作的时候就是佛，对不对？它就是实相。
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些道理，要突破环环相扣的一个造作，千万不要去成就你环环相扣下来的是非概念。要懂得所有一切是周遍而圆融的，它互含摄。那这里面呢，有同学介绍这个窥基大师啊，他在解释杂染顺观。他说啊，第一个无明啊，就是迷内外语，里面其实是不明白的。那外面呢，呈现出来的相状其实是愚痴的。甚至你不明白就不明白嘛。愚痴没有罪啊。那你要假装很聪明的样子是更愚痴。只是无明就是迷内，你对事物的道理四谛法不明白。显现出来外面看不明白。然后呢，你就马上行了。这个行，浮非浮跟不动，它就有三种。造作善的叫浮，造作有伤害性的叫非浮，也就是恶。不动的话就是不采取行动。是讲的是易熟是。易熟是讲的是我们的种子是。名色讲的是五蕴，就是身心的状态。六处讲的是六根六处能对境的胜劣，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六根能够有作用。七，这是受，能领境之苦乐，也就是能领纳纳受这个境界，然后产生苦受或乐受。八，爱，也就是三界的贪。这个爱一定是你有你个别存在的意见而产生你想要的某一种心理状态，就是不满足。所以这个地方叫爱。取的话，就是你会采取行动，那就是产生了烦恼。以爱为基础的取，都一定有某一种情绪在里面。当取之后，就产生了有一个状态。十一生，就是苦果现起；十二老死，为衰变终末，也就是它会变异，它会变异到最终这件事就没有了。因为生命其实所有一切本来就是宁静的，本来无一物。众生在心里绕这么一圈，其实最后这些还是会落谢的。一个新的情绪、新的事件又发生，又专注力又跑到那里去了。刚刚的那件事情其实就过了。那这些呢，由痴发起邪行，能及当来随业果事，五蕴相起诸根圆满。触受境界，种子感果，单着希求，烦恼滋长，润前业等，五趣苦生老死忧悲之所随主。那如果我们懂得逆观的时候，你就是知道，如果老死这个苦啊，老死就是变异嘛，变异你还是会苦。你刚刚有之后会不会很快就变异？会啊。生住异灭四相嘛。所以有之后它就会变异。这变异的时候你内心又感觉到苦了，它有行苦嘛，它会变异嘛，它有坏苦嘛。所以这个变异的苦啊，你就要知道，如果你无生正无生，你就不怕变异。是不是就是不怕变异？
那么前面的所有一切东西，也就是可以一次消融。其实这个修，你只要前一支修对了，前面也都可以消融。但最重要是要破无明啊，也不是说只无声。那下一次无明来的时候，又走到这里来，哦，无声。然后下一次无明走到这里，又无声，也不是这样。终究就是要破无明。在变异中呢，在变异中，你没有动荡的心。如果在变异中，你能够接受所有的变异，那么这个老死也能够让你极然啊，极静。各位在座大概不够老，可是有没有准备你老死呢？害怕老死吗？担心起不来吗？这个是每个人的自己的点，对不对？在变异的时候，你会不适应这个变异吗？这个也是自我准备。你会不适应吗？所以如果逆观的话，你会看到所有里面的苦集。那我要怎么办？灭道。于是这个办法就要学会。那我们在生命里面都会看到它的初因缘跟细因缘。初因缘就是所谓现象里面的东西，细因缘的话就是你内心的那些意念的东西。其实物质啊，不会因为你喜欢它不喜欢它它就会受伤害。这把电风扇你实在不喜欢它，你就臭骂它咒骂它，它一点也不痛不痒，无自性。你讨厌天上的云，今天的气温，你讨厌火车误点，你好生气啊！天上的云也不会怎样，气候也不会因为你讨厌或开心而会为你变异，火车误点的事实也不会因为你讨厌，他就把时间退回到原点，不再误点。无自信，这是因缘法，这是初因缘。而你的细因缘呢，就是你所转动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看这些缘起啊，都要用真空观来看。你要知道啊，第一重真空观，这所有一切缘起性空，它毕竟是无实性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跟空它没有障碍，它本来就是一体的，它不是另外再去找一个空，也不是另外从空中再去创造一个色，它本来就是隐显的因缘法。所以你要有真空观呢。如果你有真空观，人事物之间就是这个样子。那你要看到理跟事是无碍的。这个事差别相的背后，其实它有平等的理呀，是不是就是因缘法呀？那两者其实他说变一切啊，那相即也相非，它就是差异，互融而无碍。一定要有这样的正确的法界观。第三重就要周遍含容观，就是事事无碍，所有的一切都有它的关系法，也有它的结构，这里面呢，互相就是互摄而圆融，整个人呢，你所谓人就是有智能的最高级的动物，
最高级的动物最躁动最痛苦，狗儿没你这么高级，好像也没这么痛苦，是吗？有的人他就会选择，哎呀，我下一辈子不要当人，这么烦恼。有的人问他说，那你要当什么？有的人说，我要当小鸟，一天到晚在天上飞。有没有人有过这种愿？有的人说啊，我想要当什么的什么的，那个都是从啊人界要退到三途苦里面的畜生道。有些时候啊，真是用想象中知道小鸟一辈子都在接受着恐慌的感受吗？知道吗？不知道，因为你不是鸟，对不对？有一天有一个出家人啊，一个出家师父开刀啊，打麻醉药，然后啊，打麻醉药之后啊，这时空就回到他的过去生过去世了。他就梦到他是一只鸡啊，哦，人家要来抓他，又要杀他来吃，他就啊一直跑一直跑，可是哈、哦、一直跑啊，肠胃在蠕动，就想要大便，可是他心中有一念，我要大便的话，那个主人就看到这个粪便，就知道我往这条路跑。他于是就憋着那个大便，继续跑，继续跑，好累啊！跑啊跑，跑到一个洞里，把自己躲起来。哦，伸手不见五指的洞，在里面呢，这只鸡好饿啊。那主人找不到它，于是它在梦中就饿死了。饿死了之后，他就发现，哎，他可以自由的飞出来了，会飞的鸡。飞出来之后呢，他得到了某种自由，可是啊，他就发现非常的孤单。在那个师父啊，他总共在那个麻醉、开刀跟麻醉当中，走完了六道。走完了六道，我只讲一点点。醒过来之后，麻醉啊，医生就会醒醒醒醒啊，给你送到恢复室。他进入到恢复室之后，不发一言，他静静的在思索：我是一个出家人，我一天到晚在讲的六道轮回。可是我真的不知道鬼是多么的无依无靠，我真的不知道畜生是有多大的恐惧，生命的恐惧，存活的恐惧，我真的不知道原来在六道里面是如此这般的实质的感受。一发不发言语，静默的就过完他开刀住院的时空。回来之后，他真的认真的去认知，六道都有我的足迹。然后人生难得。这个刀啊，开得真好。在众生的眼里，这是业报吗？在他的眼里，是六道的现场，让他真的走一圈。这个地方啊，他重新的去醒思啊，这是一个出家人哦。当然要醒思这个的意愿一定比在家人还强烈，他如实的去醒思，
什么致使我在六道里出不来？什么让我不自主的在一个点换到一个点，换到一个点，一张皮一张皮不断的换？当然鬼就没有皮啦，看到就是无明，就是无明。所以修行终究最后就是要证得极灭相，没有无明躁动。所以这个无明促使着众生不断的在轮回路上重复再重复，对不对？